军事体育运动会及兵王系列争霸赛是我部贯彻落实基础训练抓捕的重要举措，是发现训练人才、激发练兵热情、提高训练水平的有效手段。比赛中我们严把评判标准，防止误评误判，确保公平公正，确实赛出了成绩，赛出了水平，赛出了战斗值。